阿妞你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172集升级需要预留的资源。如果你还没有帮我订阅频道的话，快帮我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172集可以在打造部分打造戒指哦，提升功力是521点，武学的部分从85级升到86级，提升的功力95点。帮供的部分172级开放的是终极技能，一共提升需要帮供71640，碎银1515万，提升的功力是480点。四维上升提升了2级，需要帮供4.5万。破交跟拆交也提升了2级，需要帮供34000和2720万的碎银，提升功力139点。金脉的部分，阳跷脉普升需要420个绿色的石木，提升功力90点。火霸的部分，从181级升到182级，需要的蓝色侠炎心露是1050本，或者是210本的紫色侠炎心露，提升功力350点。圣符令的部分，172级开放的是副武器，需要的圣符令是7000，以4级的暂停柱为例，提升74点的功力。172级还开放了魔中现世的普通困难的孝道人哦，大家记得要打完他拿到天赐的奖励，并且可以拿到天波府710层的奖励，记得要打天波府哦。172级的谁知江湖还开放了车师，我们的影片有上线了，记得去参考看看。172级升级时间是8月17号星期六，也是中元节，大家普遍能提升功力是1600加。